如果有需要，你可以設定充電時候的電流強度。首先在設定目錄，選擇充電，在這個頁面的底部設有電流強度充電接線選項，你可以選擇想調校的充電線電流。電流強度分為三個等級，最大、減弱同埋低。如果你用的插頭有老化情況，或者是供電量比較低，你可以用這個功能降低電流強度，減少因為充電令到供電插座出現過熱情況的機會。